中国功夫名扬天下。下面请看由高尚 Vincent Gao 父子为大家表演的中国功夫。高尚是中国武术协会认证的六段高级武术教练。Vincent 自幼跟随父亲高尚习武，六岁时就荣获2007全美武术公开赛少年组全能冠军，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后生可畏。 Next is an exciting father and son Chinese Kung Fu performance. Please enjoy. 掌声有请。 少林，少林，有多少英雄豪杰都。